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，艺人威廉，刚加入节目。综艺《三国志》就因为跳远，不慎撞到尾椎，好几次都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但他认为做节目就是要拼尽全力，所以也不后悔，甚至说我不惜粉身碎骨也要保住。不过后来发生第二个状况时，女友卓君泽看不下去骂人了。威廉从模范棒棒糖发迹，图翻摄自威廉脸书。据媒体报道，威廉参加综艺《三国志》后，对待每一次任务都拼劲十足，自认在团队内就是负责体力活，提升颜值和整体战力。虽然是综艺节目，但还是难关重重，有一次跳远就不慎屁股重重撞地，导致尾椎挫伤好几天，只能一下子蹲一下子站来缓和疼痛。后来又被剃掉鬓角，气得女友大骂，这到底是什么节目。威廉加入综艺《三国志》主持群，图资料赵美台是提供。事实上，威廉对演艺事业非常用心，在拓展演员这条路时，为了在神之乡饰演搬家工人，还特别去实习，过程中还被民众认出来，以为是景气不好才来打临时工，闹出了一段小趣事。不过透过这次体验，他也感慨各行各业真的都很辛苦，就算是平常有在健身的他，也没办法马上掌握技巧，因为搬家用到的肌肉力道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会遇到老公寓或狭小空间，个小精壮的身材还比较吃香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